你知道墨染剧组写祝福的时候都是什么样子吗？不用写兔观众，直接写这个字就行。哎，写个兔呗。写个兔 我觉得写个兔挺好的。嗯，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的，哎，墨染焦虑，水到渠成。祝观众们都墨染忧愁，眉开眼笑，做人开心最重要。哎呀，写太大了，完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就突出墨染吧。我要练字儿了，很重要，很迫不及待的事情。希望大家收到的时候还是不要嫌弃吧。我虽然字儿丑，但是我心美啊。当黄子佼给观众们写祝福时，接下来我是要送给饶玉芳的一句话。嗯，我偷偷写啊。当黄子佼给饶玉芳写祝福时。不要剪进去，我好蠢。看正啊，我真的有在一心一意的写。你看，我特意给你画了一支笔写。墨染剧组祝大家新的一年顺顺利利，墨染疾病莫染愁。